整个地球有多大啊？但是人就占一块。你看我家后面还有游泳池，游泳池干嘛？好看的，从来没有家人在游泳啊。但是因为这个就是一个面子问题，这个就是一个感受，对不对？感受到我有游泳池，所以我这一次去欧美国家，我看到很多华人都移民到那边。那移民到那边，当初一去，哦，房子那么漂亮，哦，便宜买下来，然后没有要住，养蚊子，啊，因为去那边住好无聊啊，这样，啊，人家是要去养老，那你去那边住干嘛？啊，所以风光再怎么好，心里不高兴，你去住那边，住海边没用啊，准备跳海啊。人家是住在海边，享受海边，哇，这个房子特别贵，他已经有那种。那种色界天的福报，他就可以住在海边，很清净，享受大海的声音，享受自然的阳光，对不对？他心中充满欲望，他住海边干嘛？拿望远镜看哪里有比基尼啊？啊，是他有欲望，那些住海边干嘛？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但人就会一时的冲动，一时冲动。所以我这一次去加拿大，他们都跟我哭。哎呀，师父惨了！加拿大政府啊，多来一条叫空屋税，这个房子买了不住啊，加10%税金，这下多屌啊！你买300万要付10%，哇，这下多屌啊！那我说借给我住，借给你住也不行，除非你交给我税金、租金啊，不然呢这个不算啊，这叫空屋税。我现在整个都有一点，当初买那么大干嘛？啊，大家都累了，这个叫租行无常，越大压力越大，对不对？这叫富人税嘛。大部分的他们缴的钱，特别在我去看美国、荷兰，40%的税金哦。你越多，你赚的越多，政府抽的越多，这也是合理。你赚的越多，对国家、对社会福利要付出更多嘛。你将来也是享受这个合理的嘛。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因果思想，他会觉得富得多。有这个因果思想，哎呀，国家替我路都铺好了，对不对？欢喜，而且你这个钱也跟大家分享，也是一种布施。讲到烧，不是他在烧，是把你所有的生命财产烧给众生，好不好？你要有这种观修啊，因为如果你不做这个观修，你永远觉得说身体是我的，财产是我的。那你永远有一个执着，不能够接受它的变化无常。所以每天晚上各位睡觉当作怎么样？来，死掉了，好不好？啊，你要睡觉就要躺好，吉祥我啊，我要来给我睡改，要放下。这个放下不是讲到嘴巴哦，我明天要干嘛？那是明天的事情。啊，今天可以死，这一刻可以死，好不好？啊，下回一人带一具棺材来。八关斋戒睡里面，顺便把你密封，对不对？加什么？锁嘎，锁力控是吧？把你封死这样啊，然后你就觉得无所谓。我八关斋戒，哇，就像上品往生，对不对？你要有这个放下的心态。但是女人没办法，我要嫁给这个男人，然后我要好好跟他生活，我要为他生儿子。你不能给我黑啊，我跟你讲啊。那些东西是真的很痛苦的事情，所以还没结婚呢，我再告诉你，千万不要结婚，好不好啊？卖功了啊！真的，你不要去想，没办法啊，我寂寞啊，我要有人陪我啊，啊，我说要满足欲望啊，啊，那个都是颠倒妄想。现在你已经懂佛法了，你还在想那个，就很奇怪。但是各位爸爸妈妈，你要想尽办法接触你的儿女，让他有机会接触佛法。而不需要再走那种轮回路，能了解吗？啊，你没办法影响他，代表你佛法修行不够。你佛法如果入心了，产生一种佛法的人格，谁不被你感化？这么解脱，这么快乐，这么有意义，他就不需要去读什么博士了。他要读的是帮助众生的方法，要去帮助外国人，所以我去学英文；要去帮助日本人，所以我来学日文，而不是说我要去日本赚钱。对吧？因为想法才会改变。佛教的人格不用太深，一个自利的想法才变成一种利他的想法。什么叫自利？真正的自利就是断除轮回烦恼，生命的苦，这才叫自利，而不是赚钱、漂亮衣服、有钱，这个是自己伤害自己。
所以没有这种有所求的自利断烦恼证空性，那唯有利他，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帮助众生。所以我想我们做多玛包含这两个意思，把自己的执着完全烧掉，布施给众生啊，也透过布施给众生，愿他们念一下吃己解脱，这个叫什么八关斋戒多玛，这里面加入今天的八关斋戒、放生、佛前时供养、盂兰盆法会，对不对？共生，哇，都在这里面呢，啊，希望这些众生呢、啊，一吃到这个味道，一烧，哇，各个闻即解脱，这样的意思吧。比如说，你知道哪里有蚂蚁啊？哦，你把它做了，捏了甜甜的，又加一点他们蚂蚁喜欢吃，研究研究，到时候把自己分尸一下，撒下去。啊，巢里面几百只蚂蚁，几亿只蚂蚁慢慢吃啊，你太快乐了啊！并不是给它吃，是借过这个吃得到你所修的功德。你送完一部《地藏经》也做一个啊，地藏替身多嘛？你念完大悲咒也做一个大悲咒替身多嘛？那这样啊，甚至你用哪一瓶水，乃至十瓶水，念完《地藏经》大悲咒修行，就融入这个水，把这个水放在门口供水，对不对？像我们在罗东那个海涛生命基金会，反正人家又不认识，但是每天门口摆一堆免费大悲咒水，原住民都来排队拿，要不搞了啊！而且还知道你们念过的呢，念过好用呢啊！请很多人来念念念，对不对？拿水水都要，那你要给就给好一点水嘛。我们给的是泰山纯水，一瓶十几块呢啊！那当然大家也要来抢啊，对不对？因为这个划得来，划得来。后来又送他们一些咒，那个水给他绑一个，叫他回去要带起来啊。各用各种方法。那我想佛法的推广啊，并不是说困难，是你有没有心要做啊？你在家里每天都念念大悲咒、药师咒，门口摆三瓶水、五瓶水，告诉他们啊，你有感冒了，这个也念过佛啦、大悲咒啦。反正真正感冒嘛，摕来啉看卖，对不对？因为那个是瓶装的，又没人喝过。那你很虔诚，对方还跑了，啊，你够有哦，今嘛得阮囝咧发烧啊啦，啊，由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慢慢你家就开一个慈悲宫，免费供养，不收红包的，对不对？你要帮助别人呢，不要收红包。出家人被供养，那是因为出家人没在赚钱嘛，对不对？但是在家人帮助别人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在家人我随份随地，我有三瓶水我供三瓶水，我有十瓶水我供十瓶水，我为付你们念药师经，晚上你们就负责来喝喝水就好了。我每天做早课晚课啊，今天念地藏经，明天念药师经，希望你们得到我的功德，这样啊。你把家家户户的门牌都把它供在消灾牌位，告诉他们往生的名字给你，你把它供在超度牌位，哇，你做猪起啊了，啊！但是因为人家感动啊，为什么？哇，这个免费的，对不对？没有伤害的，啊，没有代价的，因为看你那么慈悲，这样你就慢慢在影响众生啊。那当然，你越慈悲，你就越开智慧，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在这一点，各位要记住，有些人为什么开不了智慧呢？笨笨的呢？做事不善巧呢？因为他做事都有目的的啊，有所求的，或是显现骄傲的，你就越来越笨，越来越没福报。那你是无所求的，想要去服务别人啊，那你自然就会源源不断开智慧。你只要想，佛菩萨就加持你。所以念佛的人，你要想，一切都是佛的加持，因缘不可思议。今天你选的这个房子，对方居然收了你定金不卖给你，你不要生气，因为你在所帮关这些修行好，佛菩萨说后面那一间更好，这样啊，他让你损失一点点，后面让你得到很多，那你要感恩，你不要说好，我来告你，我告你不还我定金，这样。然后你反而后面的福报通通不见了，所以各位在这种情况，你不要。我最近讲一个真实的，当然我到处讲。有一位女菩萨，她结婚嘛，结婚以后，那时候她怀孕了，问我们说送地藏经念七遍，
念七遍，这个小孩子生下来啊健健康康。结果他就念了七遍，后来四五个月的时候去检查，医生说这个小孩子可能唐氏症如何如何。然后这个妈妈也不放弃，然后医生建议他流产，他不放弃，然后他就每天念地藏经，念到满十个月让小孩子生出来。结果生出来怎么样？马上断气，太好了，超度了啊，超度了。所以各位，这个是生下来一点没有痛苦的断气，了解吗？他问我要不要再怀孕，我说随缘哦。如果你要再怀孕，一定是菩萨再来。他现在决定他要出家，这样啊，因为他念满了这么多地藏经，他已经了解道理了。这个小孩子就是度他最好的因缘嘛。所以我想佛教并不是说我念完以后他活着，不是那个意思，对不对？让他更执着，他视线死亡，他就发起菩提心，要学地藏王菩萨出家。哇，这个教育太好了，对不对？如果这个小孩子活泼健康，他不可能出家了，对不对？所以你要这样来看事情，事情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只要你的动机是非常正确的，你就不要烦恼千万不要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不要抱怨，消业障。人来这个世间是来消业障的然后来结善缘的，不要抱怨。所以各位，以后碰到要开刀啊，医生建议你要开刀，你要拖一下时间。为什么？先忏悔再说，业障没消除，冤亲债主没超度，开刀你马上完蛋马上会让你更痛苦。因为冤亲债主，如果你没超度，他会让你做最难的、最痛苦的医疗，最错的医生，最错的决定，这个叫冤亲债主。因为他就是要害你嘛你过去你杀他、伤害他，但是如果你跟他忏悔了，忏悔以后跪下来又帮他做一些功德，又愿意用三宝来供养他，他一超度了，你就不用开刀也不一定。就算必须开刀，那你就会很简单、很干净利落，而且开完刀就很舒服的这样，那叫感应但是千万不要跟你的病抵抗对立。再来，他说他本身是鸡童鸡心，天上圣母跟太子爷的。有一天我到一间庙，观音菩萨叫住我，告诉我四个字：明心见性。请问师父，我如何用观音菩萨的指示帮助更多的众生？菩萨是慈悲的，你要帮助众生，最主要是明心见性。这个明心是至少你要了解你自己起心动念你能够了解自己的贪嗔痴，然后自己要怎么去对治，你才能够见性这两个见性就是看到你自己的佛性，那甚至密宗说看到本尊，念佛说看到阿弥陀佛都可以了。但是这一点你要先做，然后你能够自己明心见性了，那你才能够引导众生就近离苦。因为观音菩萨是要用般若波罗蜜多让众生得自在救苦救难是世间的方便，但是就近离苦，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就近涅槃，这是观音菩萨对众生的本意。那如何明心见性？那当然你就按照佛教的戒定慧的修行，然后呢多广修波罗蜜这些资粮，你不能说那我就来求智慧就好了这个明心见性是要有资粮的，所以佛陀又把明心见性，然后又变成一种道次第一样。要讲各位要看看华严经那从地藏经开始看地藏经让你了解业报、因果、轮回、布施、持戒药师经教你如何修行。等等，普门品教你如何去除贪嗔痴，转化乃至观音菩萨的力量佛说阿弥陀经乃至无量寿经，让我们了解生命的目标，那这些你都要懂而不能说我只为了明心见性再去，其他我都舍弃特别很多菩萨修密宗，我要交代一下，佛法
必须经历论